就是一个男欢女爱，好像又代表着一个精神升华的最高境界，对，也是个入道之门。入道之门，它就是不知道是叫男女双修还是什么，反正修完了以后，最后你会升华到，因为我就想起来这个，这当然是佛教，但是也是他们那儿最开始嘛，就是这个佛陀，他那个释迦摩尼，他想度化他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叫难陀，不是叫难陀，他想度化他，可是这个弟弟呢，就是特别的世俗，纵情声乐，他怎么来把他度化呢？就是说，哎，施一个魔法，让他见到了天女。这个天女是美啊，性感啊，非常。然后这个难陀就特别着迷，就爱上她了。我怎么想办法要得到她的欢爱？然后就修行。他说：“你只能修行，苦修苦修。最后苦修完了，到了最后，他的精神净化了以后呢，他也就不要性欲了。然后他就进了。你说这个故事，就是说他把，爱欲和性的，都是和这个苦修升华都融合在一起了。”这一种啊，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就是把这个性意识啊，把它艺术化，是吧？变成歌舞，变成诗歌，这都是可以的。还有一种就是你刚才讲的这个，我觉得实际上把性意识呢，它神化，神圣，神圣化，它变成宗教化，对，变成形而上化，是，所以这个我也是在印度真是开眼。就是他的这些寺庙里头的那个生殖器崇拜，对，做得非常的这个引人注目，是，尤其是他这个男性生殖器崇拜，嗯，而这个男性生殖器崇拜，哎，你要是没去过，你吓一跳，后来想想也没有什么，这有什么呀，是不是？嗯，而且最有趣的是，到男性生殖器崇拜拜的，是女性最多，哦，我估计是求子啊，是求子吧，是替他先生。我认为是替他先生拜，气了他先生。那这不是意思就是说印度男人不太行啊，是这意思吗？祈祷他壮阳吗？就是壮阳。那我就具体的内容我不知道，也许是其实祈祷健康，对，也许是这个。但我觉得是个很有意思的文化，是你看他，而且很多精美的那种艺术啊，在他到底是一个雕塑艺术了，对对对。所以其实啊，咱们聊这么多印度，我就觉得跟现在一个更大的话题有关系，对，因为很多人呢，就说现在讲这个全球化，我知道有很多人就是全球化激烈的反对者，其实他们的这也是用心良苦，就是说一个全球化，其实让他们说是不是就是英美化呢？慢慢的渗透到一些东方国家之后，那么原有的生活方式，原有的整个这些文化艺术是逐渐凋零，到最后变成大家都一样了吗？很多人有这种担心呢。嗯，是这种担心呢，也不是没有道理。这种事儿，你咱们举最靠近的例子，还不用全球化，就全国化都让人担心。因为我现在，我比如说有时候到一些这个省啊、自治区去，我特别想吃他那儿的一样地方性的东西。但是他们为了表示对我的热情的这个礼遇，一端上来，头一盘是鸡尾虾，是吧？第二碗是大包翅，他们认为就是，而且他要表示，你别以为我这儿落后，虽然我这是西部地区，我少数民族地区，香港能吃上的，凤凰台的人能吃上的，我这都能吃上，他这样表示。再比如说这个地方戏曲，地方戏曲本来各有各的特点，现在大家都来学京剧的一些做法，然后这个川剧呢有这个叫它叫帮腔，就是后边来一个合唱，现在呢，哎，大家也都学这个，要是这么下去的话，这地方戏曲可都一样了啊，这个饭馆跟饭馆也都一样了，最后山东馆、四川馆、广东馆、潮州馆全都吃一样的菜，你说你恐怖不恐怖？哎呦，而且啊，这个房子你知道吗，将来的住房要留很久嘛，我就发现现在所谓的这个别墅，我有时候参加一些房地产商的活动啊，我就发现他已经对了，早年间呢是什么呢，做一假欧洲，对，他根本就跟人不像，你知道近些年他为了这个更加求精求好啊，比如说我要复制一个法国的普罗旺斯，对，真赚就让法国人赚钱了，法国的设计师，就是说法国来自法国普罗旺斯的设计师请到这里来，这下你不能说我是假的，我要在中国弄一个一模一样的普罗旺斯别墅，这你说这玩意儿将来
升级了。我因为听那个就是中央美院的院长这个这个潘院长哈，这个他跟我说，他原来不是杭州人吗？他说你知道杭州人盖房子，就农民有了钱以后盖房子是什么？他说这杭州城外家家别墅上面全有一个埃菲尔小铁塔，就全他盖了一新房洋房，上面一定要有这个，没有这个就显得你不够时髦。就是农民刚有了钱了，他说可能是赔偿还是什么搬迁费，赔偿了盖了新房子了，两层小洋楼，家家全是铁塔。不是浙江的农民的房子啊，他也学外边嗯，还有一种就是很多圆拱，我一看圆拱，我以为是穆斯林的，说不是，他也不是穆斯林，罗马这个对啊，罗马呀穆斯林他都不是，但是他就是觉得那个方法好。你说那埃菲尔铁塔，我觉得它是不是跟要安装避雷针有关系？我不知道，看着可能有点像，有点像，但不是，它真是装饰性的，不是光是。有的呢，就像咱们那个，就是小时候给那个孩子，还就是学龄前的孩子摆积木的那个，从那上面得到的灵感。没错，没错，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所以你刚才说全球化，它反感。害怕这个文化都被吃掉，或者被统一，我觉得这个完全是有道理的，但是事物也有另一方面，就是全球化了半天呢，印度你又殖民又教英语，又是用这个英国的一套制度来规范它，但是最后印度文化仍然是印度文化，印度人仍然是印度人，印度的说法，印度的语言仍然是印度的。中国更是这样，哎，你中国它要发展，要学习全世界的一切好的东西，是吧？也要盖洋房，也可以再可以更邪门的事都可以有。但是你想改变中国，你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你想让中国按照西方的思想家的这个路子来往前一步一步的往前迈，我也觉得没门。没门，根本没门。我也觉得哦、这个，那就是说中国文化的将来啊，其实是一个谁也不能在今天说得准的事儿。是的，是的，它会在吸收外来影响当中自己这么生长变化，对，调和出一种新的自己的文化，新的一种新的自己的文化。这个我那是我小学的同学，就是美国威斯康辛的那个哲学系的教授林宇生，他提出来啊，就是中国文化需要一种创造性的转化。它既不是不要传统，也不是照搬传统，而且中国文化本身有这个能力。你看我们现在谈中国文化呀、和当年五四时期大家这个痛心疾首的骂的什么孔家店呐、什么这个什么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这是吴指挥说的。吴指挥还是国民党的元老，还不是共产党的元老，是吧？那么有时候根本不要讲汉语的，不，那是谁？田玄同，要求废除汉语和中文，那以后咱们一见面，嗨，这个，你不可思议，这个。但是那个激进已经过了，就林宇生他有很有名的一个说法，就是说从五四以来，中国由知识界领先，有一个。非常激进的全盘反传统的这么一个思潮，走到极端了，到最后就是文革极端，就是反四旧，什么批所有的传统的东西。但是这个走到极端，大家都知道这条路其实过了，经济上从政治上全都过了，到了，所以大家再从头再开改革开放以后吸收西方的，已经不像我觉得已经成熟多了。就是理性多了，你看着有这些什么家家都盖这个，都奔那个去，我觉得他已经是在一个调和当中了。但是也有人担心呢，说是现在你在说中国文化，实际叫有人说了一句话叫什么“水泥地上长草”，就是您都在使用中国文化、中国传统。可是请问这个文化和传统还有吗？那当然有，那也没有那么悲哀。你比如说现在的很多年轻人，是他脑子里还有点，这就到底什么叫中国文化，在他身上的痕迹是什么呢？慢慢来，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也不会没有，为什么呢？因为现在的孩子从上幼儿园，幼儿园老师肯定会教给他的，就是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哦、是不是？哎，然后近几年有国学热，有国啊，《论语》的普及化。现在这孩子们发的段子是：窗前明月光，地上鞋两双啊。这也是中国文化，这也是中国文化，他就是把那个严肃的东西他调侃化、戏谑化。那我听到的还更多呢，我也听到说是这个
日照香炉生紫烟，嗯，是吧？眼前来到烤鸭店，口水之下三千尺，摸摸口袋没有钱。这就是把李白的诗啊和当今的市场经济下啊，一些平民的感受，哎，才结合起来。你也不能说这是外国的。那你这个诗你念给纽约的朋友们听，他未必懂你是什么意思。包括把可口可乐中国化，可口可乐加几个姜片再一热就变成感冒冲剂了。中国人其实很有这个戏说天下的这传统。也有这一点。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看咱们就说聊这个全球化简直从印度聊成列国制了，是吧？说到好几个国家。哎，其实这个特别有必要。我就觉得啊，就在中国这文化说将来怎么样，往往就是在这种比较中啊，你能看到一些线索哈。对，因为我觉得印度好多左翼的知识分子啊或者什么的，他就觉得很抵触全球化，而且觉得中国好像现在拥抱全球化拥抱的太热烈了。你们接受的都全盘就叫照单全收。比如说我就举一个小例子啊，他这个比如说这个农业，他们呢就是说他们是一个产棉大国，从历史上就是这样。咱们呢也产棉花，也出口棉花，也进口棉花。可是前些年呢就出了一个那种叫什么转基因农业，你知道就把那个棉花种子给什么怎么把各种不同的一混合之后呢，这个棉花呢就可以就是说抗虫抗灾，反正有好多抗冻好多办法，然后你就省得撒那么多农药了，就长得就特快什么的。然后咱们这儿呢，就这是本来是一个欧洲还是美国生产出来的这么一个科研技术，咱们这儿就马上就接收，然后接收了以后呢马上还使用，而且很快中国人就把它就是说不能让你光收专利费，很快就变成我们自己也科研出适合我们各种不同地区棉花产地的这种种子来了，然后我们这儿就马上就产量上升啊，什么成本下降。然后印度的呢就很抵制，你知道，我就听他们那个研究农业棉花的就是说觉得这个好不容易争论半天接受了以后吧，有一年来了虫灾了，这个虫灾呢也不是怎么就是说它在本地不适合本地的那个，它不抗那个虫，所以就死了好多。结果弄得有一些这个这农民棉农呢就自杀了，或者什么欠债的什么，然后马上引起一大批愤怒的这个印度知识分子，说这就是你看看，这就是全球化给这印度农民啊上纲上线，而且不只是棉花这一条，他在各行各业都反对全球化，跨国公司你们进来把我们的本地，可能跟他以前那个殖民史被蹂躏的那种受伤感。但是你讲的这个例子让我立刻想到中国的另外的例子，跟这个不一样，比这个要通俗的多。因为转基因到底会弄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嗯，是吧？是对人有什么危害？我也不知道。有好多争议，对。在80年代初期，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但是我印象仍然很清楚，在我们的非常权威性的报纸上，曾经登过一篇既是领导又是学者的文章，是什么呢？就是提倡吃面包，就是说这个馒头啊含的水分太大，容易坏，而且呢它也不好消化，它这个发的程度是不是原文我不见得，就反正总而言之那个意思就是希望在中国呀普及面包。另外呢，我还听过高级领导同志在80年代初期。80年代后期，上海发生那个毛肝的那个感染事件，事件以后呢，这个高级领导同志提出来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考虑提倡我们用刀叉，因为这个筷子有人说这筷子不容易消毒，它容易它是木头了，是不是？它有毛细孔，有什么什么木质布，哎呀，顺杆爬的，对不对？说你要用这个，要都是不锈钢的呢？这不锈钢的你这个你拿药水泡也不怕呀，是不是？对对对。然后再冲干净你就用。但是这样的事儿呢，我们听着我觉得很可爱，就说明我们的领导、我们的学者，有时候他也有一种非常天真的、美好的那种见先进就学。从善如流的那种精神。对，但是这些呢现在也没人反对他，你也不用上纲上线，早就过去了，因为他实现不了。
是吧？您一家吃面包，这个很好办，让您天天吃面包，一天吃三顿面包，没人管。嗯，您让中国这13亿人，哦，说不蒸馒头了，烤面包，这个东西光这成本得多少啊？而且您说从文化上是最坚定的保守，对，部位就是胃，胃就是中国一个中国胃啊，这吃食物上面你要想改变它的饮食结构。这是最后的保。我想啊，就类比的讲啊，中国人的心理可能也有类似的现象，就他可以改变很多思想观念，但是可能也有些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对，他是很难改变的。对，相反的呢，他这个用筷子也不好改变。嗯，这筷子它有它的，你说到它的一些缺陷，它的优点也非常多呀，它简便，嗯，是不是啊？用起来方便，而且还训练手指头。没错啊，还有人说这个筷有用这个筷子的民族吧，嗯，这个手指头就比较灵巧，用键盘它也灵巧，用键盘也好，据说还促进什么左脑还是右脑的这个发育，对对 对, 对, 对，就是显示中国人比外国人灵，会钻空子。而且我觉得跟咱们的食物里边有好多细丝儿，咱们喜欢就是切丝儿，切丝儿，你这个用一个叉子。嗯，那面条啊，都弄跑到意大利去吃那个斯帕盖蒂啊，拿一个在那转呢、啊。我觉得那就是自找麻烦，是不是？没错。你本来就一煎一串一大肚子，你昨吃吧，嘎巴嘎巴那嚼，多香啊！这个事儿。对，所以这是有道理，它肯定是跟这个是配的，跟这食物配的。所以我觉得对待这个全球化呢，我们也需要有一种两方面的心胸，嗯，一方面呢，就是要是真好东西你就学，学了就归你，对，没人说是归别人的，是不是？你连现在演电影，这电影最早是从哪个国家传来的，谁说得清啊？反正现在我们看中国电影就是中国电影，对不对？是是是是是，所以你不要自己吓唬自己，说这个学了外国了，这了不得了，嗯，他不是学了外国了吗？学了外国，外国得归你了。你得有这么一个想法才对，就是啊，就是。但是另一方面呢，你也甭听那个，以为说是这个也能学，那个也能学，有的能学，有的根本不可能学到。对，再过100年也学不到。说中国人不用筷子了，改成用刀叉了，甭管那领导同志当时的那个心意有多么美好，嗯，我觉得这个做不到。没错，你看，就像我们这电视嘛，这电视不是跟外国学来的吗？学对吧？可是在这儿聊天呢，这个三人行必有我师，还是中国人聊嘛，是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好，这就刚才说到全球化，但是实际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人讲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嘛？你比如说印度，最后会不会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比方说印度说自己搞民主搞得很好，可是我就不明白，民主的前提不是人生而平等吗？是。但是他又有一个这个人种性的并存，是，这将来会不会出事儿？是，咱不知道。对，好多好多悖论，他这里边、但是也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一方面，比如低种性的印度的很多人。好像希望如果有一个中国式的社会革命拉平重来，可能他就解决这个问题了。但是另一面呢，又有很多印度朋友又觉得，毕竟民主这个制度给予各种各样的人群啊，有了一个出气孔，就是说他都有发表他的言论，都有信仰他的宗教的这么一个权利，这么一个空间，这样他就使得他不会很快的激烈爆发。他可能有一些小的突发事件，比如说穆斯林杀印地人或者反过来，这确实都出现过，但是并没有蔓延成全国性的内战危机，至今为止啊还没有。但是他们现在就是说，比如说这个反恐事件可能又要造成一定的紧张关系，但是从长远来说，我遇到的大多数的印度朋友还是认为，虽然民主在他们这个就是没有社会革命没有现代化的国家文化传统里引起了种种问题，但是相对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您比如说，我要是贱民，我有投票权，那我将来要提出你那贵族啊，你那特权太多了，你这不就打起来了吗？有啊，他现在有一个女的，就是不可接触者种族的，叫从一个北方邦里边出来，现在受到很多婆罗门。锵锵三人行。
这两天很有收获呀，王蒙老师和这个扎老师领着我来了个印度之旅啊，就聊印度，但是最后聊到印度的男女关系，我记得昨天这事儿得单独说说，说是什么印度朋友到中国看见中国这女的就是按摩服务给男的按摩，觉得不可思议，就认为他有一个男尊女卑嘛，说女的不能碰男人的身体。王老师激动了，您是想起什么？不是，我觉得他恐怕还不是从尊卑上，他还是从禁欲上。啊，禁欲，因为你男女的身体的接触吧，可能有各种的麻烦。嗯，这个呢，我并不是对这个问题本身感兴趣。比如说我看印度的电影吧，因为印度电影很有名。嗯，它里头凡是有和这个男女之情，乃至于和性爱有关系的这种场面，他都把它歌舞化。对，哎，我觉得真棒。哎，是。他那个歌舞里头啊，那个充满了性。但是它又充满了美感，它不给你弄那个，回头就是这就是那种很直接的那种，或者半体操式的电上体操，那种体操式的活的行为，没错，它没有器官性的行为，它没有，哎，它是歌舞。我从这里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叫西化？比如印度。印度当然比我们西化的多，是不是？他的英语比我们这儿这个普及的多。嗯，他各个方面，尤其是他很多政治层面的东西，他接受了英国的那一套。但是另一方面呢，从他的文化上来说呢，你比如说像在这个男女这个问题上，他比中国人还保守，他比中国人还含蓄，他比中国人还不接受西方的那些东西。中国在某些方面呢，中国还百无禁忌。没错没错，你别以为中国说接受新事物慢，那不见得快。中国要接受起来还快着呢。对对对，有时候还你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呼啦一下子就变过来了，那个观念就变过来了。对，所以对，我就说咱们我觉得这种比较文化当中啊，有一种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就是。确实，尤其是像印度、中国这样的大国，又是这种文化的古国，它的文化的东西啊，你很难按照一个预想的模式把它装到那个框子里边。这到最后听起来就变成一大杂烩。对，因为其实它就是印度，它又禁欲又纵欲。你其实想想，从它古代的很多。那个佛教也好，印地教有很多那个就是男欢女爱，欢喜佛。你看看那些印地教的神庙，它有名的各种性交的姿势，做爱的美轮美奂，都是栩栩如生。它宗教化，因为它好像一方面苦行是吧，要避世。